江湖救急，快快快！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急啊？不多了，躲不掉，走。我有点口渴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吗？许总监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下不为例。徐总监吃干抹净，难道还想不承认吗？这里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啊？其实留在这里也挺好的，这里风景好，还可以完成我们未完成的约会。我明天去看日出吧，听说这里的日出特别有名。不去。是吗？不去你倒不去。徐总监的脑子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你说你这么危险，万一我喜欢你，喜欢的不可收拾了怎么办？那就不要说了。我觉得人家许爹说的挺有道理的，就是。有啊，有味儿。我妈。可惜了，好难受。你不用大老远的赶过来看我，没事。我不就在隔壁吗？莫灵泽，我要把这束光送给你。现在，就是我那束光。